是白法系。我是高凯。我们都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我们要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歌唱比赛。但是我们先要我们先请我们华语中心的主人来说一说我们的一些话。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平常没什么机会跟大家见面哈，那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多认识一下。那就是说希望今天大家能够很尽情的唱歌，然后大家可以很尽情享受这个特别一天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。今天的第一个节目是志工的表演，所以我们要大家欢迎他们来上台给我们一个表演。一起唱。哇，又